日前有媒体拍到黄奕带着女儿与崔伟在节目外约会，疑似恋情曝光。照片中黄奕身着白衬衫，气质优雅，崔伟口罩遮面，打扮低调，黄奕的女儿则站在一旁抬头看着二人，十分可爱。三人看展结束之后便一同前往高档餐厅用餐，崔伟举止绅士，行为得体，在点菜时还特意把菜谱举到黄奕眼前。今年一月，黄奕和崔伟通过恋爱综艺《怦然在心动》相识。据悉，男嘉宾崔伟今年53岁，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，还是北京大学 MBA 和清华大学硕士，目前是某建筑所的负责人，他经手的建筑就有上千栋。从外貌和家境条件来看，与黄奕还是很匹配的。没想到两人节目外还有售后，从线上约会到线下看展，看来黄奕对这位男嘉宾很有好感。